老婆们，老公回来了。南韩歌手 Harry 首度单独来台湾做宣传，首了团员帮腔单打独斗， Harry 有些不适应。其实现在有点孤单，有点不习惯，可是有那么多我的老婆们，很棒，没问题。嘴巴超甜，一句老婆，台下的歌迷听到快融化。七夕情人节不免俗，也要抛绣球，跟粉丝来个亲密接触。丢出快速球，哇，自由赞，赞赞赞！长发的女歌迷在情人节当天真的与梦中情人大拥抱，羡煞不少台下的粉丝。长发女歌迷自己也激动到差点掉泪。OK 吗？他整个感觉快要昏过去了。Harry 舞台上不断散发魅力，讲中文没阻碍，原因是父亲是香港人，母亲是台湾人，但台语他就很陌生。北赛，北赛，加你提供，加你提供。对粉丝来说，台语不标准没关系，七夕夜能跟偶像共度，还可以握手签名，近距离接触，对粉丝而言，这个七夕很难忘。东新闻亚轩陈宏一，这台不到。